只是四目相对有心机，可见你不像你，在人群中找你，找到后又假装不看你。他们说你有点坏，追你的女生都高双马尾，可是我永不会追。只有这种时候会吧，就是说没事的话绝对不会帮高双马尾。傲娇莫好黑，傲娇，傲娇就是我的如意随行，本色演出，好笑，真的很好笑。就是我的如影随形。哎，好可惜哦，我前面的麦太小声了，就是我唱主歌的时候那个麦我好像拿得太远，然后就收不太到音，好可惜哦。不行，我要现在补了。这边有吗？就是为什么会这样，因为我彩排的时候他就叫我大声一点，然后后面就说直接把那个麦调大一点，然后调了之后呢我拿太远了。哎呦，兴趣被消磨敷衍一遍一遍，你不像是陌生的才走开走开，请不要和我大声失声的突然谈恋爱，居然如此麻烦，不过是一个吻的答案。如此简单增加就成不定，如此简单增加就确定，如此简单感觉是付出尽默默耐心。No thank you, oh, 傲娇就是我的如影随形，请你别在意那冰冷的眼睛。今天不要搞双马尾。舞台冰，傲娇就是我的如影随形，懦弱被隐蔽隐藏的个性，一个人过着也能够惊喜。表面的傲娇不代表内心，请深爱双重的人格。就这样的决定，好，这是长板。嗨三，我说我只会跳短板，不好意思。敲啊，梦涵或梦里夜蝶。我那时候就说，哎，还是林允，我们去跳夜蝶。那样的话似乎是说了好像，那样的心思似乎发了好像。Oh my god, oh, 这就是我的如影随形，请你别在意那冰冷的眼睛。心的反应，就只想要撒娇一个不太平。傲娇就是我的如影随形，投入每一米隐藏的个性，一个人过着也能够惊喜。表面的傲娇不代表内心，其实爱双重的人格，就这样的决定。然后摆平这高傲的我，成放肆的证明。
如果跳夜店，我也蛮想跳夜店的，说实话，蛮想跳的，还可以。哎，我外面到了，我去拿一下，马上。你们听一下《爱的爱的魔法》。每次都是
左边那台电梯会坏掉，然后我们这么多人，我刚刚上去前我就在电梯，我在那边等，然后他就先下去，然后再上来，然后我就坐下去，然后坐下去去拿东西的时候呢，然后电梯又上去了，然后下来，他超慢的，就一台坏了，然后就只能大家全部人共用一台，我就很不喜欢。讲了又不听，听了也不做，做了又做不好。我不会跑楼梯的，因为我刚刚在公司那边等了等电梯，我就觉得好热，你还要我跑楼梯？坚持。没有，因为我一热又热又饿，就是心情会不好。运动个屁呀、啊！还运动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要凶你。我住几楼？不矮。有蒸蛋，这里有那个，这是沙西米，对不对？对，嗯，反正就不是那种跑几楼就可以到的楼层。想吃生鱼片，想吃好久了，超过六层。日本后街舞跑六层楼梯会怎生鱼片，对啊，生鱼片。怎么这看着不像生鱼片吗？嗯，这看着不像生鱼片吗？唱死我吧！一旦旦的发现是迷人的没有能力，想念着远远的你，一旦旦的发现是迷人的没有能力，不愿意失去你，人群在熙攘，我也可以瞬间抓住你。亲爱的，我的双，告诉我 who you love。亲爱的，我的双，告诉我 who you love。喜欢你是我的秘密，我现在说，我等下就忘了。我已经没来电了，反正我们用不到了，墨镜应该是用不到。我们就不敢摔那个墨镜，因为那墨镜感觉很脆弱。有说法没有啊？不知道去哪里。我觉得我们这边的墨镜应该没有用到吧。对啊，我觉得应该没有用到。我们这边的墨镜应该没有用到吧。对啊，我觉得应该没有用到吧。对啊，我觉得应
感觉好像玩具，就网络上随便买的。亲爱的，我的双，告诉我 who you love。亲爱的，我的双，告诉我 who you love。喜欢你是我的秘密，幸福就像在海底十万米，我欣赏日出和日落齐鸣，海角天空深爱着你。我没有全部康复呀，我的爱也全部康复呀 ，baby， 这是我给你的礼物。十元商店没有，我们是去网上买，没有到十元。所有美好全部康复呀，我的爱也全部。好的，真的吗？其实这个准备时间真的给我们太少太少了，我们很紧张，大家都很紧张。那更惨的是我彩排还没去。这是我给你的礼物，只想把你放在我心底，所有美好全部。只能说第一排的除了 Pink， 其他我都认识。Baby， 这是我给你的礼物，只想把你放在我心底。彩排刚好是这样式 ，pink 对啊，那蛮可爱的。我那时候想，哎，怎么会有这么可爱女生？然后才想起来是帮她做衣服的。覆盖了属于我最孤独的，还有你我的。却去往何方，支离破碎或遍体鳞伤，淹没成匆匆过往。一幕一幕的相逢都不该有平庸原谅我。乘风破浪的姐姐们，什么意思？乘风破浪的姐姐们。当我你占据我的下相逢上你路过的，那有关系，以后可以请 Pink 呢，没关系。想念是凋谢的，乘着枫叶飘向你，降落在你耳边，低语像沉默的大地。我这点柠檬呀，我都快吃完我才看到。情绪解不出被别离，太爱你到最后我。你来设计吧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真的没关系，真的没关系。谢谢大家。喜欢傲娇就好。我们真的才练现在还好。对啊，好吃耶，因为它这个蒸蛋是负的。我们才练了两次。然后彩排那天我没到，我就超紧张，我就这样一直狂练傲娇。是你跳我不太喜欢，那应该是你们看你们才会喜欢，才会有人喜欢。是吗？那这样。占据我的下相逢上你路过的窗，你的声音来来往往，穿梭在无人烟雨的职场。若想念是凋谢的，乘着枫叶飘向你，降落在你耳边，低语像沉默的大自己。可是我们很早之前就说到要表演这个公演，但是那时候就排程都还没出来，就不知道大致要跳什么，然后也不知道会不会办，那时候都没讲。
然后就记得看一下，然后两个礼拜前，就是两个礼拜前，两三个礼拜前，应该是两三个礼拜前，突然确定。然后我记得哪一组，我记得有一组是前一天才练，我忘记哪一组，可是我没去。我刚把一整坨吃进去，真的想吐槽。你想吐槽哪一个的服装？虾皮买的吧。有很多衣服是深写的，
要看你家三姐妹心情变化。嗯，可以哦。小晴跟你拍子超不要预告的那种，什么意思？没懂。但大家这样说夜蝶没有，毕竟是亲姐妹啊。亲姐妹怎么会想要恋爱的感觉嘞？应该要再加盘，哪里再加盘？彩排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还是最喜欢你了，姐姐。”然后说：“姐姐，我还是会最喜欢你了。”可是他正式演出喊成“我最喜欢你了，姐姐”，我觉得“姐姐”放前面比较好。他一喊那个“姐姐”，我就起鸡皮疙瘩。对啊，大家想要竞技的感觉，竞技的感觉。有那么一点，可能因为他们是姐妹的关系吧。若是我，我一定会安排那种亲亲的桥段进去，我一定直接嘴给他亲上去。姐姐现在吗？如果还喊你姐姐了，先不要，先不要。姐妹更亲近。若想念是凋谢的，乘着枫叶飘香。有亲啊，不是我说，嘴对嘴，嘴对嘴那种亲，那种才有炸点，才有一个爆点在，这是这首歌的爆点，你知道吗？那你喊姐姐，我会想揍下去，我会想揍下去。那两个我都会想揍下去。确定这样公司给过吗？啊，这首歌不就是要亲亲是吗？是吧？对吧？我应该没记错吧？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彩排完，然后我就说你们干嘛不亲，最好要亲亲脖子也好啊什么的，然后他就说没有啦，我们会拉思雅上台。我说哦，那好吧好吧。想跟谁跳，跟谁跳。当然是要先找愿意跟我亲的，愿意跟我亲嘴的人。这样 ，Annie 哦 ，Annie 他亲他的脸，他都会害羞了。Annie 先排掉。哦，小迪，小迪可以耶，我没想到小迪，小迪可以。林依雨，林依雨应该也可以。你太高了，你要垫脚。我们差不多高。哎，你跳韩寒的位置，他才不会给我亲。他是个保守女，他会说他不好，保守女。会在台上太嗨了，还好吧？你要开发他，他爸妈会杀了我。眼镜还在那，哎，让他做那个，哎，那个不行，哎，这个不行，那个会怎样怎样？跟英语太像兄弟。把名字真的可以随便发言。连你两个都不行，他应该不会。你们那么想跳，看安妮跳吗？安妮应该。跳这首歌应该是还不错，但是就是他不够开放，怕他不敢。下次许愿你跟迪跳，你亲迪。
可以哦。那你觉得谁要当黑的，谁要当白的？我可以当黑的，我觉得我当黑的。哎，你们都没有看到他每次李佳丽转过去那个表情，那个表情好妩媚哦，好可惜，那他是在背面。没有，我真的觉得我比较适合黑的，我应该再怎么当都是当黑的那个。又一很久，他就对着韩寒玻璃，他说，反正就关系比较好的人，你不用黑啊，本来就黑的，没懂，解释。栗子的表情只看到一点点，他很可惜，因为那光很暗，那个光太暗了，好可惜。小弟黑，其实我觉得小弟黑也是可以的，我们两个好像哪边都可以，我觉得哪个都可以，我觉得我们两个不管是哪一个表现应该都会不错。不懂就算，好的。美若黑够性感都可以啊，我觉得我们两个的话都可以。想你要跟我亲嘴嘴吗？黑在哪？哇，我跟你讲，那种最烦的那种字，千万不要一首歌占太多不同的位置。小迪的脸是黑的，但是直播的时候好丑。什么叫小迪的脸是黑的？他在请人帮忙问小迪。没事啊，我等一下直接问。然后如果我跟你跳夜蝶，然后要跟你亲嘴，你愿意亲我吗？你再多买两只王戒，王戒是什么？我为什么都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？是我的问题吗？特别跳黑的会有不一样。前辈示范过，如果在一分钟内换三次在对角，那很容易反。金发是天使。妈呀！你成年了吗？你这个问题是从你的大脑里面转了一圈再出来的问题吗？小迪的脸上是有气场的脸，但我的脸有气场。哇，手段都能叫什么王剑，王的剑。边跳边尖叫，好，你这么猜，我们之后揭晓。小梦都已经长大到可以抢了，是不是？为什么？这也不是，就是说他是不是还没有成年，就是代表他说出来的话可能没有到那个年纪的那种感觉。王健啊，是一个牌，不好意思，不知道，没有理解过这方面。那我们都要喊小迪在直播，我看过几次，很疯哎，小迪超疯的。分享保罗的告白气球，谢谢保罗。整个人都很气场，轩轩你啊，轩轩你没有表情就有气场，没错。谢谢流浪的香槟，谢谢流浪人，谢谢流浪的香槟六年级，流浪大气，谢谢老板，老板大气，谢谢老板，大气大气，谢谢流浪的香槟啊。我最有气场，我哪来最有气场？
站在台上一定会注意到你。我觉得首先呢，应该是因为我的发色的关系，所以比较会看到我这样子。没错，所以我目前没有打算染身，但是也不打算去补染，因为很痛，我怕痛。我打算等到这个黑到这里的时候，这里或这里，到这里的时候我再去补染。我好像刚刚经常都问我是不是某某，我只能跟你说，我就是没有这么常出门。对，我出门的时间点都很奇怪，所以就是一般是遇不到我。然后我也不会在路上乱逛，我几乎不会逛街，我只会出没在捷运站，就是那个过程那个路途这样子。爱过你这件事是我最幸运的事，我心里的位置遥不可及的奢侈。黑发位第一次的发好哟，各自的城池，大家应该怕跟云跳夜蝶，不会吧？但那里会不会太不灵动？会啊，但是我真的很怕痛，怎么办嘛？但是我又不想染身，怎么办嘛？你让我怎么办嘛？你每次染发，发色超好。我跟你讲，我问过设计师，不是发色好看，是我好看。这个被证实过了，是我好看。我没在车上，听说问我老婆，还问我儿子是不是上次的姐姐。什么？谁问你老婆，还问你儿子？染身不染身？到时候剪个短发，不剪短发。你真的好看，光头也好看那种。不好看，不好看。色是还好啦，我也还好。因为你一定没有那首歌，就是要那种慢慢的那种亲。我那时候说，如果你们两个要亲的话，你们不能，你不能这样，但是那种感觉就直接被你骂没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要亲就是那种闭眼，然后一方睁眼，然后很惊讶，然后一方闭眼，然后慢慢的这样子，这样才符合那首歌的感觉。真的很好看，真的没有骗人，谢谢，最好看的，谢谢。哪有这么容易遇到啊，真的是莫导出来吗？对啊，然后我就这样跟他讲，他说没有啦，我们要清晨四啊，就有点难过，小难过，不然很想看。原来是刺激的，对啊，就不是可爱，这首歌就已经不是可爱的那种，然后你在那边骂骂什么骂骂骂，打咪，来看一下夜蝶。我记得是冈田奈奈前辈让他为之疯狂，对不对？前奏一出来，我超兴奋。第二代 SP 歌我不要，为什么？我觉得给我们准备表演没有什么问题，就是时间给的太短了。我们练的真的很困难，你知道吗？我到八点，我等一下练习。
真的很好听。了解，我现在也是。我在哼，你不觉得他们的口白很好笑吗？这个为什么没有看韩寒他们做出来？笑出来了，笑出来！啊，这个爆，这个爆！你看一下，给你们看，给你们看，别那样，不是你们看。我觉得刚才在前面太厉害了。这谁的版本？好了，就这样吧。很屌哎！好，直接就是转一个跳看 BLACKPINK 的新歌。就你要，我想要主动哎、欸，我真的想要主动，我不想要当害羞那个。那是黑魔，对啊，法蒂害羞起来吗？可以啊，他可以装啊。我卖掉 ，Lisa 卖掉。害羞好像更屌哎、欸，是吗？那我不想害羞哎、欸。get了，会不会装到最后不演就得换立场？你说显离曲吗？可以哦，就黑白衣，然后直接互换。
黑白兔子哦，兔子，兔女郎妆，兔女郎妆就不太适合。兔女郎妆就变得有点就是性感兼可爱，但是夜蝶不是那样的感觉。直接壁咚，那直接就是这样抓着头这样。哎，不对，小迪更高，那他不能穿太高的高跟鞋。刚好你黑的，他也不是白的，现在狗狗偏白，因为他没有毛，很酷。他胸上面跟屁股的毛长得差不多，背上的毛都还没长出来，一束一束的。对，我忘记了，我说要拍给小迪看。他好像脏脏的、哦，你看就是这样。接下来这边是一簇一簇的，这个黑点点是一簇一簇的毛。再长回来，长得好慢。然后这个就是下面的，这个就是下面，下面长回来了。突然大声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他的头，他在看哪？头在这兒。小心po稳了，我还没po。好看吧？昨天真的是很嗨耶。那个时候大家都以为会，那个时候都觉得大家做的不会很好，就很慌乱。看看好多小黑炭，对啊，我觉得是因为你们看所以觉得不错，其实我们这个表演还能够更好，说实话。还能做更好。线上粉丝，对啊，这次不知道为什么会一直拍粉丝，现场真的很赞。可怜线上的人们。对，练熟一点，然后麦克风没有收不到音的话，完美。有一些勤奋大于勤奋，没有，昨天都没有呈现 special 毕业公演的感觉，因为他真的毕业太多次了，他毕业太多次了，昨天完全没有想要哭的意思，昨天就很正常的表演。你们不觉得吗？他已经最后一次几次了。我终于在说什么？对啊。第一次叫毕业，后面都要演毕，后面都叫回来表演，回来表演。四周年再把他拉回来，笑死。春夏特别演出，
都快被淹底了，差不多啦，待得够蛮久的。现在九月，他几月宣布毕业的？七月吗？歌库太少，应该就跳差不多的东西吧，就不同的组合，然后跳差不多的东西。不过是真的离开 TP 了，对呀、啊。毕业宣布毕业的，对啊，三周年，三周年是一月吗？这么久了，那他也太久走了吧？他也太久了吧？四周年我可能只去飞 Meet， 你是 UNIP 哦？不是啊，我不是 UNIP 啊，我是 UNIT， 去看 UNIT 的。握手我会舔他一下，握手会，握手会，还会他还会有握手会吗？你当时还哭到不能自己，对啊，所以我觉得很近啊，你不能骗我，对啊，我没有骗你啊，我进 P 的，进 T 的。就拼，那知道还问是不是欠揍啊？知道还问是不是欠揍？如果去了看不到你怎么办？那代表你不够爱我，你都不会查听 T 有谁，听 P 有谁。但是如果我们要去日本表演。然后你就排问我说，你还要排问我说你是去日本表演吗？然后我就会跟你说我是去泰国。对不起，你错了，你错哪了？你说呀，你错哪了？我就直接说我只知道劈嘴有你。跳低，被骂是一种奖励，是吗？你们真的是变态，不懂你们，不能理解。哦，好像该追追男团了，这谁啊这么帅？有在追韩团吗？想看刚刚第一个那个，这单眼皮倒还不错。我记得我之前有记过一阵子他们的人名，可是我现在要全忘光了。只记得有一个叫苏炳，但是我不知道苏炳是谁。哦，你有在追我，真的、哦、就现在在追你们，哎呀真的是差距会不会太大？差距会不会太大？人家是哎 Seventeen 算大事吗？苏炳 T
要叫什么？谢谢你的介绍。画面也会用这么多次。好自在！哎，我发现我以前看看他们的 MV 跟现在看 MV 不一样。以前看 MV 就是只在乎他们人，哇，这个好帅，这一段好帅，那一段好帅，就是这一段好帅，那段好帅。然后现在开始会在乎他们的，他们穿什么品牌的衣服啊？他们换了多少个场景？然后他们换了几个造型啊？然后他们这个花了多少钱？他们用特效、啊，他们这场景要布多久啊？看的角度不同了，对，看得很不同。身份很重要，对啊，我真的经历了才可以知道他们有多用心。哦，崔仁俊 ，TXT， 最近崔仁俊很帅，刚刚那个是不是在臭臭什么？TXT 很好，它是 BS 下面的。在抽什么？对啊，师弟。这种青春帅男孩聚集在一起真的是很爽。其实我都看男，我也很想看男的，但是看男的看久就还好。我那个是韩国学弟啊，他们练习生好像也就我学弟比较帅，我自己是这样觉得。然后反而是我那个学妹，她的哇，她那边漂亮女生好多，真的漂亮女生超级多。他们输你了，我人超。Sorry， 那我们念吧。第三名保罗，第二名阿晨，第一名流浪人，谢谢各位。最麻烦，你们人很多，心要碎成多，这是你们的问题啊！OK 啦，拜拜啦！漂亮制服李梦泉 ，respect， 谢你，拜拜啦！